大家好，我叫明露，也可以叫我米拉。我今年25岁，是一名有爱有趣的中文老师。2018年，我从中国大学毕业之后，就来到了莫斯科工作学习。2021年，取得了高等经济大学的硕士学位。我的英语、俄语都取得了 B2 水平。此外，我还考取了普通话水平测试证书。我已经从事汉语教学工作快4年了，我有1对1的教学经验，同时也在语言夏令营工作。我会根据学生不同的水平以及学习目标制定不同的计划，选用不同的教材。对于年龄较小的学生，我会选用在中国最受好评的早教材料，在游戏中快乐学习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就来联系我吧。我们课上见，拜拜。